来看一下咱家的凤梨成熟了，给你们打开一个看看啊。像咱家这种皮厚肉薄的凤梨啊，吃起来不用泡盐水，一点都不涩口，而且不麻嘴，最主要是啊它甜，吃起来水分还多，看这水分没有，给大家尝一下。嗯，特别甜，如果你们喜欢吃，我就给你挂下方小红车。